你为什么拿着那条就自然有一个弧度，就有那种很不好惹的样子？好，哥就各位，预备，开始。先落一次水，我这样的游。娜姐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这个东西真的跟名字有关系啊，一摇就是。再跟你等会儿，来加油加油，加油！你冲到中间去吧，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非常快，非常快，小心，娜姐，娜姐的球。谢谢娜娜，谢谢你帮我拿球。拦截。现在是球已经自己飘到了对面，好，来加油，新的开始，新的开始，好，不要慌，不要慌，不要慌，保持平衡是最重要的。走，冲刺，过去了，但是现在就是冲刺了，可以加油，冲刺了，冲刺了，哎呀，冲刺了，不要倒，大心，不要倒，不要倒，不要倒，好 ，hold 住 ，hold 住，好，杨晨别过来，加油。二姐，哎呀，哎呀。完球又回到了原点。姚晨叹了口气，他累。好，姚晨以熟练的掌握了在水中掉头的技巧。不知道姚晨采用了什么战术，要人球分开。人是人，球是球，球在一边，人在一边。你知道要运那个球吗？真的采用的是人球，为什么要把球打开？看到球，姚晨的战术是绝不能跟球玩。你看，要拱手把球让给了我们这些。谢谢大家，发起进球，慢点。过来了，过来了，慢点，别倒。哎呀呀呀！好，快顶在了头上，满是顶球。好聪明。快点加油了！这反错了，错了！我操！水的女人，娜姐十分钟之前就拿到了球，她现在还没有放上去。刘强，为了我们的胜利，庆祝吧！姚晨现在专心一门心思浇水。